向大家介绍甘孜边城号八马碑为十六爷，一左右两边大架已经固定，因此简编制八连级等操作。来尾炮长下达口令，四名炮手将炮弹搬至炮栓处，两名炮手将炮弹推入炮马内，上方两名炮手负责调整射击方向及角度。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，接下来请欣赏炮操演练线。拍照同时请不要推及或触碰我们的炮操人员，谢谢。